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中国科大示入围系列讲座。本次讲座是以中国科大物理系首任系主任示入围先生的名字命名，由中科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大物理系科研部联合主办，低温物理学报和物理学院分团委承办。今天是我们系列报告的第11场。本场讲座的题目是列巡宇宙致密物质之王黑洞捕手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科普解读。宇宙中生活着一群致密到可怕的天体，它们贪婪地吞噬着周围的物质，就连光线都不放过。正因为一切物体掉下去就出不来，所以我们称之为黑洞。那么黑洞的本质是什么？既然看不见，我们又是怎么发现得了它们？而且连光都不放过的黑洞军，我们又是怎么列巡到这些神秘的天体呢？来自中国科大天文系的三位教授将会为大家介绍黑洞背后的理论认知，黑洞家族的表亲天体，以及除了天文起源之外，还有来自宇宙学起源的黑洞形成机制等一系列有趣的天文科普话题。如果你会好奇这些问题的话，不妨与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吧。下面由我来介绍我们第一位主讲人，袁叶飞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教授，曾任天文系执行主任、天体物理中心副主任，入选教育部2005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主要从事相对论天体物理、高能天体物理的理论研究。目前参加的主要学术团体有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大家掌声欢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解读一下啊，今年诺贝尔奖的前一半的工作，就是彭罗斯的工作，关于黑洞的理论部分。大家都知道了，今年的诺贝尔奖给了三位理论家和天文学家。那么这是我报告的提纲，我先介绍一下牛顿力学和暗星。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重点介绍一下广义相对论以及黑洞的概念。最后一部分呢，讲一下这个引力塌缩与时空基点。那么在牛顿力学里面呢，也有一个暗星的概念。我简单的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地球有吸引力，那么也就是说万有引力。那么在地球上的物体的这个逃逸速度啊，大家很容易算出来就是大概11公里每秒。那当然了，如果你不改变地球的质量改变地球的半径，那么比方说把地球的半径减少100倍，那么它的逃逸速度呢会增加10倍。那么我们很简单的问一个问题，随着这个半径的不断减小，这个逃逸速度增加，这个逃逸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那么这个从这个星体的表面从这个地球的表面那么连这个光都出不来。当然这个是基于粒子和光的粒子说你不要太认真，对吧？总之也就是它的逃逸速度达到了这个光速。那么这样时候呢，你基本上也把地球压到了大概0.9厘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体是非常致密的。当然了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不一定这个密度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我们太阳，对吧？我不改变太阳的密度，让这个星体不断的这个半径增加，也就是说那当然质量是也是在增加的嘛。那么增加到一定程度，因为质量和半径呢是3次方是正比的，对吧？我们刚才算出来的这个逃逸半径给定了一个天体的质量和质量成正比的，对不对？那么你简单的可以算一下，你把太阳增加放大到多少倍放大到多大，那么从这个太阳的表面它的逃逸速度呢也能达到光速。那基本上呢就是用以这个太阳密度为特征量，你有一个自由下落的时标那这个是和密度的开根号成反比的，那差不多就是大概是3亿公里了，差不多就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星体的表面它的逃逸速度达到光速不一定密度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太阳的密度差不多是水的密度嘛，对不对？
那当然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暗星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面啊，就有暗星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它的逃逸速度达到了这样一个光速，甚至于超过光速，对不对？也就是说，当然了，这个逃逸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半径啊，把这个星给定的这个天体的质量，把它的半径压到了某一个临界值，这个临界值呢，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呢，就叫希瓦西半径。这个半径呢，它和质量成正比的，和 G 有关，和 C 有关。其实牛顿力学里面是没有 C 的，对不对？你一出现了 C 就是相对论，所以说是真正的要研究这个暗星或者说黑洞啊，一定要在广义相对论里面来处理。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广义相对论。那么我们知道牛顿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我们在更高的实验精度里面啊，牛顿力学和实验不符合。那么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精密实验。那么我们知道水星轨道它是有进动的，如果你相信牛顿的力学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只要这个引力是平方反比的，它就不可能有进动，它轨道是不动的啊，这个行星也在一个不动的轨道在运动。但是我们实际上观测到的水星呢，100年有43角秒，当然是非常小了，再小它不为零。那么也就是说牛顿力学和实验不符合。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当然可以在太阳表面附近加天体，但是这条路走不通的。那我们只有发展牛顿力学，也就是说发展那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呢，其实呢就有两句话，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个客观事实。那么牛顿认为是平直时空加力，因为力嘛就有加速度，有加速度呢就有曲线运动，对不对？就是圆轨道的。那么爱因斯坦怎么来理解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呢？是说太阳把它周围的时空弄弯了，也就是说太阳告诉物质怎么去弯，告诉时空怎么弯曲。当然了，这是一个方程了，这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了。那么第二句话说，这个时空已经弄弯了，那地球呢，在这个弯曲空间里面走什么运动呢？爱因斯坦的建议就走次地线，或者说就是平直空间里面直线概念的一个推广。那么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呢，应该是在以1915年11月份，那爱因斯坦发表了爱因斯坦场方程这篇文章下面呢就是他在文章里面给出来的这样一个场方程，就是这个场方程。场方程的这个右边就是物质像，左边呢是时空像，时空弯曲就度规像，也就是说物质是圆，它可以影响时空。也就是广义相对论里面它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在牛顿力学里面呢，我们的时空观是绝对时空观，有时间和空间是不依赖物质的可以没有物质的时空，对吧？而且时空是永远不变的，你物质再多它时空的性质不变的。那么在广义相对论里面呢，它时空和物质是有相互作用的。那么场方程就是说我物质可以影响了这样一个时空。那么仅仅是2个月之后，卡尔希瓦西就得到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一个解。那么这个解就是下面的这个方这个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解呢，大概是一个球堆上的天体，它在它外部的这个时空弯曲到什么程度啊，怎么来描述，它就得到了。为什么是球堆上呢？因为爱因斯坦场方程是40个方程，对不对？而且是偏微分方程，是很难求解的。那么如果你对称性很高的话呢，你的这个方程的这个数量就大大的这个减少。那么对称性高，那么总之这个下面呢就是希瓦西的这个原文里面得到的这样一个时空度规，也就是我们用度规来描写时空的弯曲程度。那么这样呢有两个度规函数，而且呢只有一个参量，这个参量就是这个球堆上天体的引力质量引力质量。那么这个度规呢，它可以描述在这个星体的表面之外的真空，也就是没有物质，但这个真空里面呢也是被时空弄弯了的，被这个太阳或者一个球堆状天体弄弯了的。也就是说这个度规有效在区域呢，就是星体的这个表面。当然了如果你把这个星体的半径不断的减小，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半径之外，这个希瓦西度规还是管用的，也就是它可以描写了这样一个球堆状天体外部的这样一个时空。当然了，如果你把这个质量呢压缩到了某一个特征半径这是下面的就是希瓦西时空嘛，压缩到这个 2GMC 平我令 C 等于1了那么也就是说你把它压缩到前面我们说暗星的这个临界半径，这个希瓦西半径呢，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 R 等于 2GM，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推导的这样一个也就是你把一个天体比方太阳压到了三公里，压到了三公里之内，那么这个三公里这个地方，我说的是坐标半径，我们严格说来是坐标半径，我细节我就不说了啊。那么 到那个坐标半径在三公里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时空就特别有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三公里之外，这个半径增加减少都可能发生，时间肯定永远是增加的，也就是它的光追方向。你看我们学物理的，我们知道这个时空结构，我用什么东西来反研究它的时空结构呢？我用光追，也就是用未来光追，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光追里面任何一点它有一个光追，那么这个彻底世界线在这个光追里面就是物理上允许发生的运动比方说我这个光追，也就是说在这个横坐标是半径，纵坐标是时间，也就是说沿着这个光锥开口方向是物理上允许的运动，那么这个开口的方向就是 t 增加的方向，明白我说的意思吧？但是呢你很奇特的地方就是一旦跨过了这个休哈希半径，那么这个光锥的开口方向大家发现 是什么样子啊？也就是说是躺下来了，躺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它允许的运动呢它允许的运动呢是这样的，是这个开口方向，这个开口朝着这个半径减小的方向，也就是半径就变成了这个半径减小的方向是变成这个用行话来说就类似的，就是物理上允许的，也就是说这个半径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外面啊，这个 t 可以有时间的意思，坐标的意思，对不对？一旦到了这个世界里面t 呢有能增加能减小，也就它不是一个时间的坐标了，对不对？半径反而变成一个时间的坐标了，也半径减小的方向是物理上允许变化的这样一个方向啊，这是根据这个希瓦西解得到的。如果你相信广义相对论，那你就相信希瓦西解描写了这个球对称天体周围的时空，那你就相信这样一个结论，对不对？那么当然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坐标啊，这个光锥啊，从外面从世界外面慢慢靠近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光锥啊它实际上是垂直朝上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像是跨不过这个世界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像物理上允许的运动是没法跨过这个世界面的，从世界外面好像跨不过世界里面，当然了一旦到了世界里面它只会到了这个 R 不断的减小，对不对？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坐标选择不当造成的，不是它物理上真的不允许它跨过。那我们的希瓦西这个时空啊，它描写了一个球对称天体外部的这样一个时空，我们也可以选更好一点的这个坐标系，因为广义相对论坐标可以任意选的，对不对？坐标不具有物理意义的，对不对？坐标是个数学描述，对不对？如果我们选了一个所谓的克鲁斯卡坐标，用 TXseta phi 来表示，大 T 大 X 和 seta phi 作为一个四维坐标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度规呢就长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它是同样一个时空啊，同样一个时空，我只是选了不同的物理坐标不同的数学坐标。那么在这样一个坐标里面呢，你看它的时空图就非常简单了，它的时空图是什么呢？如果我不考虑 seta phi 方向的运动的话呢，你看啊，光锥就是 ds 平方等于零的，对不对？ ds 平方等于零，那你就得到了 dt 等于正负 dx， 也就是它的光锥在我这个克罗斯卡坐标里面，我的横坐标就是 x， 纵坐标就是大 t，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克罗斯卡坐标里面，大 t 大 x 的坐标里面，这个光锥永远是45度的，它的未来光锥呢就是45度的，这个这就是我这个图上面这个右边的这样一个光锥开口朝上的45度的个光锥，也就是说这是物理上允许的运动。那么这个等半径的地方呢，就是我也就是这些这个虚线，那这个虚线就是等半径的地方，那这个虚线呢就是等半径的地方。总之在克鲁斯卡坐标里面很清晰的表明，这个物体啊是可以从黑洞外面，从世界外面，假设我把以世界为分界的话，从世界外面跑到世界里面的，因为我物理上的运动是45度的光锥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45度的光锥啊，或者你看这个垂直朝上的就是在45度光锥里面啊，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是说这个至少，也就是说那当然了
我当然我也可以用彭罗斯的处理方法，对不对？我通过一个共性变换，因为 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个红色的这个两个双曲线啊，红色的双曲线呢是半径等于零的，是基点。如果我用了这个彭罗斯的这个处理技巧呢，共性变化呢，我就把无穷远处给拉到一个有限的区域。那么，而且因为是共形的，所以它的光锥在这个彭罗斯图上面也是四十五度的。那么很显然，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物理上允许的运动，你看这个，也就是比方从这垂直朝上，哎，它就可以半径不断的减小，越过了世界，达到了 r 等于零的地方。那总之，如果你相信广义相对论，就有希瓦西解。如果你相信希瓦西解的话呢，它就有世界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你把一个球状的天体像太阳一样的压到三公里之内，那么它在外面，那么所有的物质都在世界里面，那么它就把时空分为两个区域，一个世界外面，一个世界里面，对吧？世界呢是一个单向的，对不对？因为你看 我们这个光锥啊，也就是说比方说你，我就假设大家站在这个世界面上面，这个是世界嘛，那你站在世界的地方呢，这个光锥是，而且这个世界呢就四十五度的角，那么你站在这地方呢，你的光锥只能和这个世界相切，而且向里张口，你永远跨不去这个世界外面，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世界是一个单向的，你一旦跨过世界，这个光锥永远开口就它是四十五度嘛，你就永远只能够达到了这个 r 等于零的地方啊。那么总之，世界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黑洞的最内的边界，世界嘛，对不对？你不能够看到比黑洞世界更里面的区域，有更里面的信息是出不来的，哪怕光也出不来的，因为哪怕光它的光锥四十五度，它是不会往回走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的世界面它就是四十五度的一个斜角，正四十五度的，对不对？但我说的和我们，总之黑洞呢，你如果你相信广义相对论，理论上预言有黑洞这样一个东西，当然了，我不管有没有基点，反正它至少有世界，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如果是球对称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旦物质落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啊，它半径只能减小，必须到了 r 等于零的地方，对不对？当然这是在球对称的情况下，也就是至少在球对称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如果你相信广义相对论，就有黑洞这样的东西。那么当然了，在1963年的时候呢，Royal Kerr 也得到了一个引力质量为 m， 它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角动量是 a 啊的，也就是说有转动的，有质量有转动的这样一个天体，它在它外面星体的表外面得到的这个时空的弯曲这样一个描述，也就是说知道它的度规啊，这个叫真空解。真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解只适用于没物质的地方，对吧？但是呢，这个没物质的地方时空是弯曲的，因为是被这个中心天体啊，一个转动的天体。当然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这个文章里面，这个科尔最初的形式是用直角坐标的形式，并不是大家现在所熟悉的鲍威尔的林德奎斯的准这个球坐标。但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变过去的，对吧？那么如果你仔细分析科尔解，对不对？反正它是满足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那么你发现它也有起点，对不对？它也有世界，甚至于两个世界，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心的这个红色的区域呢，就是它的起点，我们称之为一个环起点。但不管怎么说了，在 K 小姐里面，它你如果你相信广义相对论，你就相信 K 小姐。你相信 K 小姐呢，就有一种黑洞，它是有引力质量，也有角动量的这样一种黑洞，而且这个黑洞仍然有基点，有世界，有基点，对不对？那也就是说，K 小姐呢，它是轴对称的，它虽然没有球对称那么对称，但是它也是相当的对称的，所以说这只是理论上的。那么我们宇宙里面到底有没有黑洞，那要靠天体物理下来回答， 也就是你要有具体的物理过程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希瓦西解啊，或者 K 小姐能够描述的这样一个时空。那么这个就回到了天体物理，我们知道恒星太阳为什么发光，而且太阳就是个大气球，它的密度大概和水差不多，那么它有引力，它有自引力，那引力呢和什么抗衡呢？它和压强太阳 这里面内部的压强呢，主要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恒星内部的热核反应产生的热量加热了物体。另外呢，太阳内部的这个光啊，
是不透明的，这个光子就当一个粒子一样的，也会产生啊这个压强，我们叫做辐射压。那当然温度越高，压强越大。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早年理论家就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热核反应停下来呢，对不对？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热核反应总有烧完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冷性的理论，就早年理论家就开始考虑，如果热核反应停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天文学家呢又观测到了这个白矮星，比方说天狼星 B， 天狼星 A， 天狼星 B， 天狼星是个双星，那么 A 呢是个恒星， B 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个白矮星。白矮星，白矮星意思白的意思是它的温度很高，相当于太阳，太阳表面温度是6000度，那么白矮星呢达到了10000度，对不对？因为我可以测它的黑离谱，我可以把它温度测量出来，当然这很不容易。它矮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光度非常小，它温度高它光度小，如果你那温度高也是单位面积辐射的能量是很多的，但是呢它总光度又小，说明它的半径很小，对吧？你简单的估算一下呢，你会发现这个白矮星的质量呢，因为它是双星系统，你可以根据开普勒轨道运动把它这个白矮星的质量大概是一个太阳质量，你根据它的这个表面温度和它的光度呢测出来它的半径非常小，对不对？只有几千公里。你简单的算一下的密度，它比水的密度大了10^7，对不对？也就是非常致密的一个天体。那么这么致密的一个天体，它什么东西和引力抗衡呢？那么在1926年的时候呢，人们就对于费米子来说就提出这个费米狄拉克统计。那么有Fowler 在26年仅仅几个月之后呢，就猜测白矮星其实是靠电子减冰压，也就哪怕这个系统的温度是零，因为电子因为有电子是费米子嘛，对不对？它有泡利不相容原理，它也有减冰，对不对？就相当于我们的同学们先来坐第一排，第一排坐完了只能坐后面，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总有动量很大的粒子，对不对？哪怕这个系统的温度是零，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压强不就是动量撞墙求平均嘛，对不对？你只要有物体有动量，它一求平均就有压强，这就叫减冰压。那么30年的时候呢，仅仅19岁的这个钱德拉桑卡啊，他就计算了一下，如果中子星是电子减冰压，当电子变得随着密度的增加，它的费米动量增加，当费米动量增加到和电子的这个静止质量乘上光速可比拟的时候，电子就变得相对论，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是最后一排的电子啊，就叫费米面上面，它的这个动量呢可以和静止质量乘光速可比拟，也就电子变得相对论了。当电子变得相对论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费米减冰压和这个提供的压强啊，和密度的1/3成正比。也就是说压强和非相对论的时候比，你密度增加了10倍呢，它提供了10^30的这个压强，对吧？增加了压强，也就是没有这个压强的增加速率看起来好像少了。那么这个在早年的时候人们就研究过这样一种自引力的系统，如果它的多方指数是1/3的话呢，它的质量就有一个，它的质量和中心密度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常数。那么这个在早年人们就研究过的，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面人们研究过，如果这个状态方程就是密度和压强的关系，压强和密度的关系，如果这个多方指数是1/3，那么这个有这么一种物体组成的自引力系统，它的质量就有一个上限啊。那么钱德拉桑的贡献呢，就是说他发现如果费米减冰压，电子的费米减提供压强的话呢，当电子变得相对论，它就恰好能变到多方指数变到1/3。这是我给上理论力学的给让同学们数字计算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就是横坐标呢是一个星体的中心的密度，纵坐标呢就是这个天体的这样一个质量，对不对？你随着中心密度的增加，一开始呢是这个电子是非相对论的，随着中心密度的增加，质量在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质量增加的过程当中呢，半径是在减小的，也这个天体变得越来越致密，那么它的密度呢，核区的密度是越来越高的，高到一定程度呢，电子变得相对论，它的状态方程变了1/3，那么它的质量呢，它的纵坐标呢就变成一个水平线，水平线的意思就是说白矮星有一个质量的这个上限，也就是说你中心密度增加了，它的质量不增加，这个就叫钱德拉桑卡极限。那当然了，
钱德拉桑卡呢是根据这样一个多方球理论啊，多方球理论算的。那么更牛的是呢，朗道啊，他扎德维克发现中子之后呢，他立马提出了有是不是有可能有中子解密压和引力抗衡的这样一个天体呢？那就叫中子星。他简单的估算，那么这个任何一种费米星，也就是靠费米解密压提供压强的自引力的天体，它都有一个最大质量。那么这个最大质量呢，就是和这个粒子组成这个粒子的这个星体的这个基本粒子的这个质量的平方成反比的。你恢复量高，就是普朗克质量的三次方除以一个构成这个天体的这个粒子的微观粒子的这个质量的平方。那对于白矮星来说呢，白矮星是提供压强的，电子是提供压强的，提供质量呢是里面的核子。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 MB 呢，就是取你把核子平均分配到每个电子上面，看看有几个电子能分到几个核子。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假设电子有个质量，你就带进去，也就是说这个质量呢是电子平均每一个电子平均分到的质量。那么对于白矮星来说，简单的比方说质子加电子，那么这个 MB 呢就是质子的质量。那么对于中子星来说呢，这个 MB 呢就是中子，因为中子它既提供压强也提供质量。所以说白矮星的这个质量啊，最大质量和中子星的最大质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因为都是取核子的质量，对不对？都是一个太阳质量。当然了，对于白矮星来说呢，它的这个半径大一点，因为半径和电子有关了啊，因为只有当电子变得相对论的时候就有最大质量，当中子变得相对论的时候呢也有最大质量。所以呢，对白矮星来说呢，它的密度呢会低一些，大概是个六次方七次方啊水的密度。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中子星呢，它的密度达到了是的十四次方十五次方水的密度，对不对？但是它们的最大质量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中子星更致密。当然了，我们前面的讨论呢是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面的。那么奥本海默呢，其实呢他在1939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也是我要学生算的这样一个东西，对不对啊？你必须要用广义相对论版的流体静力矩平衡方程啊，你把这个中子星的这个状态方中子的这个理想中子气体的状态方程带进去呢，你会达到中子星也有一个质量上限，也就是本来大家认为白矮星有质量上限，白矮星坍缩的过程中也许变成中子星，也许中子星没有质量上限呢，那不就挽救了一下了吗？哎，但是我们发现你这个白矮星压缩变成中子星，中子星照样有这个最大质量，也就是说奥本海默极限，对不对？那和我们黑洞有什么关系呢？逻辑关系呢？因为人们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如果白矮星中子星，也就是说一个恒星热核反应停下来之后变成白矮星中子星，它有质量上限，那如果这个天体的质量大于这个质量上限，那不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和引力抗衡了吗？那它就不断的塌缩了吗？对不对？那就有可能形成黑洞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中子星的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主要呢就是在1967年我们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我们认为脉冲星其实就是一个中子星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那么甚至这个脉冲星的发现呢是贝尔啊，一个女研究生和她的导师啊发现的，但是呢诺贝尔奖没给她，所以大家都很愤愤不平，认为诺贝尔奖是诺贝尔的奖，对不对？就好了，我说了，奥本海默在1939年他算到了中子星有质量上限，那么他很自然的问题，如果一个天体它的质量大于 0.7 个太阳质量，它会发生什么？那么他就算这样一个球对称一个中子星的一个塌缩，他为了简化他的计算呢，他就假设这个中子星的，因为塌缩过程当中呢可能到一定程度压强就不重要了，对不对？他就令这个压强等于零，也就是他研究一个球对称的啊一个塌缩的问题，他用的这个时标呢是共动坐标，有点像我们宇宙大爆炸的这样一个共动坐标。那么总之有两个度规函数，你带到这个爱因斯坦场方程里面，它简单的不是简单的，详细的推导。那么假设一定的密度，也就是说中子星不是一个密度吗？那么它塌缩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半径多大，这个东西主要是和它的密度有关。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初始条件，初始的时候给你一个天体有半径有一个平均密度啊，一个密度，那么它塌缩到半径等于零的地方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就是 free fall 的这个时标，自由落体的时标，对不对？对于你如果取这个中心的密度是这个中子星的这个密度的话呢，大概只有零点几个毫秒。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中子星它的质量大于这个奥本海默极限的话呢，它大概只有零点几个毫秒就塌缩成一个
所有的质量的中心的一点。当然你要小心，这个时间是共动坐标时间，共动时间就是你站在这个中子星的表面，跟它一道塌缩的，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无从远处观测者的话，会可能这个假设我们有个同学派一个同学在这中子星表面，站在中子星表面，当这个中子星塌缩到了大概三公里啊，假设这个中子星取一个太阳质量嘛，也就塌缩到这细化星半径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同学永远不断的在那落，不断的在那落，但是呢，你就看不到它落下去。但是那个同学自己带的表0.2毫秒就掉进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因为时间基准的问题。那总之，牛顿的他说是可以发生的，对不对？因为共同坐标它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的观测者嘛。那么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彭诺斯定律。那么我们知道，奥本海默的这个计算呢、啊？奥本海默和席兰德的这个计算呢，是假设这个中子星是个球对称的，对不对？啊，是一个球对称的，而且呢也没有假设有压强，对不对？那么人们就很容易怀疑他的这个结论。你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一点，如果这个中子星有一点点角动量呢，我们才知道在牛顿力学框架里面啊，很容易理解，在牛顿力学里面，你所有的质量也可以集中到一点呢、啊，对不对？也跟你初始的时候有所有的这个假设也没有压强，所有的物体都自由下落，当然可以落到中心的一点了。但是呢？你在这个下落的过程当中，假设这个初始条件有一点点的角动量，角动量守恒，这个物体落的过程当中它就不可能达到这个中心的一点，对不对？那只要角动量不等于零，这个粒子就不能够达，任何一个粒子它的角动量只要不为零，它就达不到 R 等于零的地方。这是牛顿力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因为离心力嘛，对不对？离心力是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对不对？也就是角动量只要不为零，它永远达不到 R 等于零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是怀疑这个奥本海默席兰德的这样一个计算。那么彭罗斯呢就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对不对？甚至有人认为你塌缩过程当中也许这个引力辐射如果不对称的吧，如果不是球对称的，它破坏了球对称，塌缩过程当中有四级距，它就有可能发引力辐射，引力辐射就有可能把这个质量带走了，也许你还没塌缩到二等于零的地方，所有的能量质量都没了，对不对？这是简惠勒提出来的质疑，对不对？那么彭罗斯呢就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个数学家，对不对？当然他后来也变成个物理学家，对不对？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当然了前面也有很多人的研究了，他叫做这个 closed trapped surface， 就是闭合的复合面。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天体啊，一开始呢基本上是牛顿顿塌缩的，对不对？那么我在外部一个观测者，那么我牛顿顿塌缩的过程当中，我当然可以看到从这个表面来的这样一个辐射了，对不对？但塌缩到一定程度，但一旦掉到了这个细化星半径里面，对不对？掉到了细化星半径里面，哪怕这个天体的这个天体的形状变得不牛顿顿了，那么彭罗斯证明他那时候对称性没那么重要了，不对称不求对称也可以，它最终都所有的物质都会落到中心的一点。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复合面，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这个图上面的这个是它文章里的原图啊，这个很粗的这个黑色的线就是这个复合面。那纵坐标呢是时间轴的方向，这个横坐标呢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尺度，对不对？那么我的初始条件有一个 C3 就初始条件就在某一个时刻有一个比方说天体的表面，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初始的一个内空的一个超曲面，就三维空间嘛，对不对？那么它有一个边界，就相当于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简单的这个圆圈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星体的表面，这是一维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二维的，对不对？那么随着这个天体的这样一个塌缩，那么一旦形成了这个黑色的这个圆圈，也就是一旦出现了这个复合面啊，闭合的复合面，那么哪怕你这个天体变得不求对称了，那么你只要相信广义相对论对的，那么这个天体的这个半径啊，这个球面的这个半径啊，球面的这个球面这样一个面积啊，会不断的减小，不断的减小，减小到零，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是说，当然不是复合面不是永远出现的，要不然我们到处都是黑洞了。也就是说，它的意思，一旦复合面出现。一旦复合面出现，那么这个面上面呢，比方说你打一束光，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走，这些光最终都汇聚到一点去。
你或者说了你取这个俯霍面上的一小块，这个俯霍面呢随着时间的演化，它的俯霍面的质量呢半径呢面积呢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达到了零。我说过了，这要广义相对论对的，那它有没有别的条件呢？它的条件就是说你这个能量是正定的，能量是正，就 local 的能量正定。能量正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天体啊，如果我有个比方说天体上面不是有物质吗，这个物质不是在就像流体在运动吗？你跟着流体一道跑的这个静止观测者看到它的能量密度是大于零的，也就是说是能量是大于零的，是这个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叫这个 local 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正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这个彭罗斯这个俯霍面呢，大概也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你就相当于比方说我这最后一张 PPT 了，对吧？那么假设在某一在一个初始时刻，我这个天体呢是一个黄色的，是初始条件是黄色的圆圈，那么我这个黄色的圆圈上面呢，这个物体上面呢可以向外发光也可以向里发光，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到了下一个时刻，到 T0 加 DT 时刻呢，蓝色的圆圈呢是往外发射光围起来的面积，对不对？这个红色的呢就是向里发的光。这种情况下呢，最左边的情况下是没有俯霍面，没有出现俯霍面。对右边的情况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这个推演啊推进啊，无论是这个蓝色的圆圈还是中心的这个红色的圆圈，它都怎么样，都比原来的黄色的圆圈小，对不对？这个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发生呢？那这个就是，也就是说 A 大 A 就是相当于是个面积，这个面积随着时间的演化是小于零的，对不对？也就是也不，这个跟你一个对称性没有太多的关系，我只用到了这样一个，你看 sigma 平方是一个平方向大于零的，这只出现了一个大 phi 呢，就是 r 呢就是时空性质，时空度规，里奇张量，l mu 呢就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类时的或者类光的，对不对？那么我这个东西大于零呢，因为里奇张量和能动张和物质，因为我们这物质决定时空呢，你如果是里奇张量是，也就时空的性质是由物质决定的话呢，这个大 phi 大于零呢，就是对这个 local 的这个能量有一个正定的要求，也就是我只要有这个正定的要求，那么我这个面积是不断减小的，它会塌缩到一点，也就哪怕你偏离的这样一个球对称。那么我前面部分就介绍到这，下面我们有请我们谢永泉老师介绍这个黑洞的观测方面的内容。好，谢谢大家。感谢袁叶飞教授的精彩讲座。接下来为我们做报告的是薛永泉教授。薛永泉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教授，2012年通过国家创新人才计划青年项目回国，202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主要从事 X 射线高能天体物理及活动星系核，即处于活跃吸积物质状态的超大质量黑洞的观测研究，目前是国际天文联合会空间研究委员会及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大家掌声欢迎。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这个诺奖的解读。那么我主要的就是从观测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两位观测的天文学家根泽尔跟盖兹，他们是发现了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致密天体。那么他这个讲的话，其实在这么大的质量，现在我们知道，就根据他们的观测，我们知道是400万倍的太阳质量，然后他们处于一个尺度跟我们太阳系相当的一个尺度里面。你想象一下，一个太阳系里面如果你放400万个太阳，这样子一个这么致密的一个天体的话，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理解，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超大质量黑洞。所以说接下来我就用超大质量黑洞来指代我们银系中的这个超大质量致密天体。那么我的报告的提纲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超大质量黑洞的一个研究的简史，接下来重点就是要介绍根泽尔跟盖兹他们花了大概30年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对银星的这个致密天体的观测，然后最后我会简单的做一个展望。那么关于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简史，我只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做一点节选给大家介绍。
那么在1908年的这个天文学家 Edward Fast 他就发现了在这个临近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超大质量黑洞所在这个星系里面 NGC 1068，发现来自于它的核区呢存在很强的这种发射线的辐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它处于活跃的吸积状态，它产生很强的辐射，然后照到围绕黑洞转的这些云气体云团，这些气体云团高速的绕着黑洞转，那么辐射照到这些云团上，把这些气体激发到高能态，这些气体复合呢就会产生很强的发射线，然后由于它绕着中心绕转，每秒钟几千公里就有多普勒的这个谱线展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很强的宽发射线。然后到了1918年呢，这个 Herbert Curtis 他注意到在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星系 M87 它存在一个很奇怪的这种直线，它可以一直连接到 M87 的核心。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喷流，这个喷流呢它里面的团块往往可以相对论性的速度往外移动。那么到1939年呢，这个 Grote Reber 呢他就发现一个射电天体叫天鹅座 A。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它有各个一个超大质量系统它该有的一些重要的成分都能看得很清楚，中心是一个黑洞，然后有一个准直性很好的相对论性的喷流，然后这个喷流在它传播的过程里面呢，如果跟星际空间里面星际介质发生作用呢，它可以形成很这种发出很强的光能，形成一个射电棒。那么到了1963年呢，这个是 Martin Smith 他发现了一个类星体叫做 3C273、后面我会介绍什么是类星体。类星体其实就是一个光度很高的这么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他发现这个类星体从它的谱线里面发现它的这些发射线呢有红移，就是说跟我们实验室镜子坐标系下的光谱进行比较，你发现它发生了红移，那么这是由于宇宙大爆炸宇宙膨胀导致的。那么根据这个红移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天体离我们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远，在宇宙学的距离上。那么这时候呢差不多这是当时那个时候人们所认识的离我们最远距离的这种天体，所以呢他也因为他的这个发现呢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所以说大家认为我们已经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已经探索到了宇宙的边缘。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知道了其实宇宙的边缘要比这个要大得多，就是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其实要大得多得多。那么到了1964年，这三个天文学家Selpeter Zeldovich 还有这个Novikov 他们就猜想呢是不是黑洞来驱动了类星体。那么我刚才说的类星体的意思就是其实它是个超大质量黑洞，它的光度很大，那么在我们典型的光学图像上你看过去它的图像跟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恒星的图像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就叫类星体，类似恒星的天体。但是呢进一步研究你会发现这种天体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那就意味着它的光度非常非常的大，相当于是整个星系无数的星系合起来的光度它还可以更大，那么这就是类星体。那么类星体这么大的光度能量来源是什么呢？他们猜想会不会它中心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然后这个超大质量黑洞通过吸积这些气体物质，这是气体物质在被吸积的过程里面它释放出它的引力势能，最后通过各种辐射过物理过程呢它就变成很强的辐射。那么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这个类星体超大质量黑洞的能量来源。那么到了1967年呢，这个 John Wheeler 他就把黑洞这个叫法呢等于把它给推广开来了。那么之后呢活动星系核呢，所谓的活动星系核指的就是星系中心的处于一个活跃的吸积气体物质状态的这种超大质量黑洞。那么这个领域呢它就成为一个星星蓬勃发展的这么个领域，它从此开始被进行广泛的研究。可以这么说吧，活动星系核是现代天体物理最为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之一，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在不断的涌现出来。然后就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然后一直到今天，那么主要是由这个根泽尔跟这个盖兹他们两个人呢是两个领导的独立的团队，但是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呢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其实是一个团队在战斗，而且他们是互相竞争，然后也是很好的是他们互相发展技术，然后得到的结果是互相印证的。所以呢他们能成功能拿到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是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耐心，因为他整个观测持续了快30年，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运气，因为很多时候你发展这个技术不见得能达到你的技术指标，能实现你的这个观测的目标或者科学目标。另外就是
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这个团队的努力。然后就是到了去年的很有名的人类在历史上获得了第一张黑洞照片，那么这个是又再一次的验证了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那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超大质量黑洞研究的一个简史，接下来我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根泽尔格盖兹他的30年对银星的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一个探索的征程。那么其实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呢，想法是很简单的。大家想一下，如果银河系中心，那么银河系中心是处于这个半人马座 A star， 就这个星座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它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也就是说它是，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致密的类似于点源的这么一个天体，那么你怎么检验有这样的天体的存在呢？当然最好的做法是你有一些实验例子，比如说这个超大质量黑洞周围存在一些恒星，如果这个恒星呢，你有办法把它的轨道运动全部给它给观测出来，那么恒星就可以作为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场的很好的一个示踪体。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它其实跟我们行星绕转恒星的运动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运动叫开普勒运动。所以说只要你达到足够的观测精度，你如果能把尤其是离黑洞越近的恒星，它的对这个黑洞质量的限制可能会更好更严格，那么你找到这样的恒星做长期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出来，这样子你就可以确认它们绕转的这个围绕的这个质点它的质量有多大。然后如果你发现这个质量很大，我们现在知道400万倍太阳质量，然后由于我们的观测的角分辨率又很高，你就知道400万倍的太阳的质量在一个很小的体空间里面，那么这样的天体呢就只有是黑洞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想法是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做起来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至少呢存在6大挑战，我来给它归纳一下。那么第一大挑战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太阳系里面，太阳系是在银河系的盘面上，我们知道我们银河系是个漩涡星系，那么在这个就是银河系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在盘面上好多黑黑的东西，这些黑黑的东西主要就是星际介质里面的尘埃。那么尘埃呢，它对光学还有近紫外的光呢，它可以有非常严重的吸收。那么我们地球距离银星的距离大概是2500光年，那么这是个很长的距离，所以说有非常多的尘埃物质。那么从光学波段呢，如果是来自于银星的一个光子呢，它如果想要到达地球被我们观测到，这是很困难的，它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消光的影响。那么平均来说，大概是每10亿个光学波段的光子期间只有一个足够幸运可以到达地球被我们观测到，那你想这显然很不好了，你从光学波段去想要观测银星的恒星，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呢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可以从近红外来出发，我们可以在2.2微米的这个近红外的波段去观测。那么对于近红外的这个波段的光子呢，它受尘埃消光的影响呢就会弱得多得多，所以呢从近红外的波段的光子呢，平均每10个就有一个可以逃脱魔爪，可以最后到达地球被我们观测到。所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了，你想做近红外的观测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发展相关的这种探测的技术，而且我们知道红外观测在军事上是可以有应用的，对吧？大家晚上有红外夜视仪，所以说呢美国对我们国家红外的技术是进行禁运的，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红外方面的天文的探测器的发展到现在当然正在进展当中，但是相对来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呢，因为我们想要看的是离我们25000年的这个银星的单个恒星它轨道的运动，你想要看到这样的运动就意味着你要有非常高的角分辨率。那么我们由于离银星这么远，所以说呢它们恒星轨道运动的张角对我们是很小的，那么怎样才能把它们分辨出来呢？那么解决方案当然了，你用大望远镜，而且是放在世界上最好台子地方的这个最大的望远镜。所以呢这个盖兹的团队他用的是放在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口径是10米，最大的望远镜。然后呢根泽尔的团队用的是放在智利，所以说智利跟夏威夷都是地球上最好的两个台子，他用的是这个 VLT， 就是盛大望远镜，那么它的口径达到8米。为什么用大望远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望远镜，它的空间角分辨率呢是跟它的波长成正比，就
它能分辨的这个角度的大小是跟波长成正比，跟口径成反比。所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你能分辨的这个角度越小，那么你的分辨率就越高。打个比方，就像你有把尺子，如果你尺子上的刻度越小，那就意味着你去量东西就可以量得更精确。所以说呢，如果这个西塔能越小的话，那显然你的角分辨率就会越高。所以说他们用的口径最大的望远镜就能使得西塔尽可能小。那么对于 2.2 微米然后用10米口径的望远镜呢，它能达到的一个衍射极限呢，就是 0.05 个角秒这样的一个角分辨率。所谓的衍射极限呢，就是你遥远的天体它离我们很远，它像一个点源，但是你这个点源发的光子过来，经过我们的望远镜光学系统被我们观测到，它这个光子要跟我们的望远镜系统发生衍射，这个是从一个点它就要变成艾利班，这是由海森伯格的这个测不准的原理来决定的。这就是你能达到最理想情况，你能达到的最可能极限的角分辨率，就是由物理的衍射来决定的。所以呢，这么一个 0.05 角秒的角分辨率放到银星的这个距离呢，相当于你可以分辨的尺物理尺度是 2.5 个光天。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恒星离银星的距离是 2.5 个光天的话，那么这个望远镜是有办法把它给分辨出来的。那么第三个挑战就是所有的这个恒星呢，我们知道银河系里面恒星都是绕着银星转的，像对于我们太阳系，我们绕银星一周大概需要2亿年。那么在银星呢，你离银星越近你得转得越快，因为开普勒运动嘛，你离中心越近你也转得越快，这样你的才能保证足够大的离心力，然后不会掉进去。那么对于银星处的恒星，虽然它已经离银星这个黑洞很近了，它转一圈呢仍需要几十年。所以呢，这就意味着你最好的观测就是你能把它整个周期观测到，而且观测好几个周期，最低限度你也得观测它这个运动轨道的一个周期的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恒星的轨道很好的确定下来。所以说这需要很高的精度，而且需要很长的观测时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需要有很好的耐心。这就意味着你要用空间望远镜来进行观测就不太现实，一个太空望远镜你大概观测十几二十年不太可能，所以说只能在地面上来进行十几二十年的这种监测。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知道耐心是一种美德，所以你可以看到天文学家往往要做一件事情是很有耐心的，可以做十几二十年的坚持做一件事情。另外你要做这么长的事情，而且中间要发展各种技术，这就意味着你得烧大量的钱。所以呢，这个我也是说到对于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它应该是允许科学家静下心来几十年磨一剑，就做一件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里面我得几十年才能把剑磨好，剑才开封了才成为天下第一利器，对吧？中间不见得马上就能出很好的成果。所以说呢，我也很希望我们国家能有类似这样好的体制，那你看到这个项目如果很有希望，你能源源不断的投钱支持，直到他们把事情做成功。那么第四个挑战呢，就是现在你只能依赖于地面观测，然后可以做很长时间十几二十年的监测，但是地面观测又会受到一个地球大气团动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我们小时候听说一个都唱一首歌小星星，对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星星在向我们眨眼，其实星星没有在向我们眨眼，而是因为星光它受到大气团动的影响，就像这个动画显示的它看起来像是眨眼。而且呢，由于大气的存在，本来恒星它过来是一个点源，如果你是理想的系统你就应该看到一个艾利班，但是由于有大气团动的影响，你这个艾利班会变得很大，使得你这个恒星的图像呢发生抖动，然后变得模糊，星噪比降低，这会使得我们望远镜的实际的分辨率显著的下降。这样子的话，你对银星附近的这种恒星轨道运动的测量呢，精度就会显著的下降。怎么解决这个方案呢？当时他们想了个方案，两个团队都想到这个方案，就所谓的叫斑点成像法。那么因为大气团动的这个大气变化的这个时间量级是在毫秒级的量级，那么他们那个解决方案就是可以通过对这种很亮的恒星，你每次对它观测时间进行很短时间的曝光，小于一秒的曝光，这样子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来降低大气团动带来的影响。所以说你对一个很亮的恒星你拍亚秒级的这种曝光，然后拍非常多的这种曝光，最后你把它这个图像叠加起来，你看这个图显示的就是单次的亚秒级曝光的这么一个图像，然后你把很多次
啊，当然你也考虑平移啊什么，最后把它叠加起来，它能达到的效果呢，就是可以使得这个星象呢变得更加锐利，可以降低背景的噪音，从而提高灵敏度，最后可以使这个相质呢可以达到衍射极限的这么一个高相质的程度。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中心一个小区域放大以后，你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可以把这个大气团动带来的不利的影响把它给消除掉。那么这个图显示的是银河系中心呢，达到这个衍射极限的这每一个小点，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恒星。所以呢，他们两个团队其实对银星附近的几千颗恒星都进行了很好的观测。那么第五个挑战呢，虽然这个斑点成像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大气团动带来的影响，但是它只适用于这种非常亮的这种亮星，因为它曝光时间很短，你这个恒星只有足够亮才能被看到。那么你想要更好的限制这个超大质量黑洞，你要最好能找到离这个黑洞更近的恒星，那么往往这种恒星会更暗。所以说对于这种数量更多的这种亮度更暗的这些恒星，那你怎么做呢？尤其对于这种恒星呢，我们除了要拍它的这个图像，不同时间拍可以把它的这种也垂直我们视向方向的横向运动定出来，我们还需要知道它三维空间的运动，所以说还需要知道视线方向上的这个镜像速度的分量，你需要拍光谱。那么拍光谱就意味着你这个恒星更得亮，如果不亮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拍光谱，因为你拍光谱可以得到它的谱线，通过谱线的多普勒效应的这个红移蓝移，你可以知道它的视线方向的速度。所以呢，这些都表明了斑点成像法不再适用，所以呢显然需要一些更好的消除大气团动干扰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两个团队呢都进一步发展了全新的技术，自适应光学技术。那么要做到自适应光学技术，那么还要同时发展所谓的激光导星技术。那么激光导星技术就像我这个激光笔，这个很如果把灯关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亮。激光导星就是说用一个很亮的激光你打到地球大气上，它在90公里地方会激发钠原子，钠原子然后会发出很强的光，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人造的恒星。那么由于这是人造的恒星非常的亮，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光学系统很好，而且大气没有团动的话，你看到这个恒星就应该是个很好的达到衍射极限的一个圆斑。但是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图所显示的，由于大气的存在有团动，所以说呢最后你这个人造星发的光呢，经过这个系统经过这个大气团动的影响呢，它的过来的光的这个光波前会产生畸变，就不再是平面波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光路引入到一个所谓的变形镜，那么变形镜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弄到这个相机，你发现哎，这个图像不再是很好的一个圆斑，而是抖动的反正不清楚的东西。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波前畸变的这个信号呢通过系统的处理再把它反馈到这个变形镜。这个变形镜很厉害，它每秒钟可以发生几百次左右的这种形变，所以说它可以通过反馈过来的形变的信息，它可以调整它的镜面，使得最后你这个出来的波前消除了这个畸变，而变成一个接近于平面波的完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激光导星的技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产生激光导星的这个光线这个距离上它的大气团动的情况。所以呢激光导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指哪打哪，你要看哪个天区你就把激光导星打到这个你要看的这个天区附近，从而你就可以了解你这个观测视线路径下大气团动的情况，从而把大气团动的这个因素全部排除到，最后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不管你是亮星还是暗星，你可以得到它们达到衍射极限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图像。那么这个动画就是显示的你没有用这种自适应光学前后图像的对比，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你用的激光导星的这种自适应光学的话，它可以把大气相当于你把大气的团动全部拿掉了，你相当于在真空里面来看遥远的天体，所以说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相质。那么第六个挑战就是呢，刚才我说的你离银星越近的恒星，它的最后对这个质量的限制会是越好，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看到真的离银星很近的恒星，就意味着你要有更高的角分辨率。那么刚才我们知道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你用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当然你要做更大口径的望远镜来说，它在技术上造价上很困难，那么我们只能想要想进一步提高分辨率就是通过光射。
那么右边这个动画就是显示的这个 VLT 盛大望远镜他们做了一个观测干涉的过程，因为 VLT 它其实是四个一模一样的八米望远镜构成了一个阵列，我们通过干涉的观测呢，使得本来单个望远镜口径是八米，通过干涉的观测，那么它离得最远的两个望远镜，它这个基线达到130米，所以说它可以等效于你一个新的望远镜，它的有效口径变成130米，所以说它的角分辨率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呢，你由于把四个望远镜同时用起来，那么它能达到的就是相当于接收面积就从八米变成16米，所以呢，它可以看到很暗的星，而且可以达到非常高的角分辨率，从而可以很好的监测离银星非常近的恒星的运动。那么这个动画就显示了，对于这么一个干涉的观测，光线进来以后要经过基本上是上百次的这种反射等等，最后形成干涉，所以说这个技术的实现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电脑我应该得把声音打开，因为这个其实是有声音，我后面还是需要有声音。这已经有声音了，怎么声音不播出来呢？我一会儿会有个动画有声音的，我需要有声音一会儿。不是，你先放一下那个动画呗。这个就有声音，但是就没出声音。对，这个本来显示的光线进来，它每一次反射就会咚一声，就是很震撼人心。而且它刚开始那个从遥远的星体发的那个光束，就这样打过来，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后面我会有个，后面有一个需要有声音。好像都显示都开了是吧？先到后面再说，好吧？嗯。所以呢，他们克服了这六个技术上的这种啊艰难险阻。历尽千辛万苦呢，最后就获得了累累的硕果。所以呢，他们通过接近30年的持续的观测，把这个观测精度不断的提高，非常精确的监视这个银星附近恒星的这个轨道运动。所以呢，最后他们能确认银星的这个400万倍的太阳质量呢，它其实是来自一个单一的点源，它没有别的天体进行贡献。而且呢，所有的这些恒星闹银星做的是完美的开普勒运动。你可以看到，这是其中一些比较亮的主要的恒星，它们的轨道，右边动画也显示了它们这些恒星轨道的运动，这是三维的显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尤其这中间有一个恒星啊，就是这个蓝黄色的这个圈，它叫 S2， 这是离银星，你可以看到它离银星最近的时候是非常的近的，然后呢，它的轨道刚好大概是16年，所以说基本上他们两个团队对这个它的这个恒星的轨道基本上画了两个圈的监测。所以呢，通过这么一个监测，他们可以得出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存在的最强的观测证据，就是来自于我们银星的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而且它的质量是400万倍太阳质量。那么更有意思的是，这个 S2 的这个恒星呢，它的这个轨道呢，有跟刚才袁老师讲到的这个水星近日点的进动是类似的，它都做这个史瓦西进动。所以就像这个动画所显示的，当然这个图是夸张的了，它这个进动没有这么厉害，那么这个会比较接近于真实情况，所以说这是再一次的完美的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我相信老爱神他肯定会说，哎，无敌是多么寂寞啊，老是被挑战，从来没被超越。所以呢，对于他们这两个团队呢，他们将来呢显然是得用更大的望远镜来进一步提高这个精度。因为呢，如果你进一步提高精度了，你可以拥有更多更暗而且离中心银星更近的恒星。所以下面这个就显示了，这是用凯克10米望远镜加上当前的自适应光学能达到的一个分辨率。那么中间呢，这个是把自适应光学进一步提升，下一代自适应的光学它可以预计达到的精度，而这个呢是用类似于30米口径的望远镜再加上自适应光学所能达到的精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无数的恒星，可以把它们的轨道运动定得特别精准。那么甚至他们怀疑，如果我们的精度进一步提高，会不会发现广义相对论在某个时候崩溃掉呢？当然爱因斯坦肯定很期待这样子的检验。那么最后我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大质量黑洞研究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展望。
那么我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黑洞是现代天文学的模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很稀奇的天文现象，没法解释，考虑一下那边是不是会有黑洞存在呢，看一下能不能解释。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洞确实是在现代天体物理学研究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下面要列举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啊、是黑超大质量黑洞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说对于这每一些重要的方向呢，其实现在天文学家都有了相当好的一些认识，但是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具体的复杂的物理过程，其实我们都是了解不够的，这就是我们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说呢，我们研究一个黑洞系统呢，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 来了解这个、黑洞的物理，还有这个气体物质被吸积这个过程的物理。我们知道吸积这个过程呢，它是世界上释放宇宙中里面释放能量效率最高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把被吸积物质的静止能量的 3.8% 到 42% 的能量释放出来，远远大于我们恒星内部太阳内部的氢聚变成氦的这么一个核反应的释放能量的效率，那个只有 0.7%。 当然这么一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得使这个被吸积的气体物质它的角动量损失，就像这边所一个模拟的被吸积的过程，只有角动量损失最后它才能被中心的黑洞所吸积。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喷流是怎么产生的，喷流涉及到了相关的物理。另外呢，在一个超大质量系统里面呢，它可以产生非常高能的辐射，伽马射线的辐射，就每一个光子可以具有非常非常高的能量。那么具体是怎么产生这些高能辐射的呢？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另外呢，在超大质量黑洞系统里面呢，还可以有很好的这种粒子加速的机制，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高能量的这么宇宙线还有中微子。所以超大质量黑洞可以说是宇宙中里面加速能力最强的一个天然的加速器。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进入引力波时代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很希望能探测到两个超大质量黑洞它们互相绕转释放出来的引力波。当然这样释放出来的引力波比两个恒星级的致密天体绕转释放出来的引力波显然它的频率要低很多，所以说我们需要发射这种空间的这种尺度非常大的引力波的这种激光干涉的这种探测天望远镜。而且呢，现在我们天文学家研究发现呢，基本上所有的大质量的星系中心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中心的这个体积很小的质量跟整个星系来比也是很小的这么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的质量跟它所在的宿主星系的很多物理属性是密切关联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明它们中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那么而且这个相互作用怎么产生，怎么起作用，这个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另外呢，研究超大质量黑洞很重要呢，这是因为它在我们整个宇宙大尺度结构的这种形成和演化当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比如这是我们现在对宇宙大尺度结构的认识，我们的宇宙的所有的这些星系它就是构成一个宇宙网，像一个纤维状的结构。那么就像下面这个模拟所显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像什么超新星爆发的反馈，还有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它的能量的输出啊，物质的输出，它对整个大尺度结构的这种形成呢，它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我们就看不到我们今天的这种宇宙的宇宙网的这种结构的形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因为超大质量黑洞它可以这个系统可以产生很强的光度，我们可以把它做很好的标准烛光，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测量距离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由于它光度很大，所以说放在很远的距离也能被我们看到，所以说它就可以测很远的距离，从而用来限制宇宙学的这种宇宙学模型的这种参数。当然了，最下面一步就是我们天文学还需要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种黑洞照片。那么在诺贝尔奖对今年的他们官网对今年诺奖的解释的最后一个总结有一句话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说，黑洞被世界包围的这个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相吻合，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大自然也许还有很多惊喜在等着我们。这个其实感觉给点暗示啊，就是说黑洞照片再多努力努力还是有可能再拿一次诺奖的。那么在我的报告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黑洞之歌，不知道你们播的。
感谢薛永泉教授的精彩讲座。接下来，做讲座的是蔡一夫教授。蔡一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教授。2015年通过入选国家创新人才青年项目引进回国。201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资助。2018年当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研究领域是粒子宇宙学，研究兴趣包括了暴胀反弹、宇宙起源、大尺度结构、暗物质、暗能量、修改引力等科学问题。大家掌声欢迎。大家晚上好。我非常荣幸啊，这个在大家已经听完两个这么特别硬核而且又特别充满信息量的这个两个报告之后呢，大家还如此的这个精神抖擞，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和意外。尤其是咱们今天晚上咱们的聊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往往会发生一些信息丢失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就是说让我来回顾一下吧，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话题呢是如何去猎捕宇宙致密之王，就是黑洞，是吧？前面其实根据这个袁老师和薛老师的这个精彩报告呢，我在这儿也是根据我自身的这个上课的经验，上完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大家居然还没有去上厕所或者干嘛的，让这个基本上处于一个信息停滞的状态了。所以我想用一个结构把我们前面的课程内容介绍一下。咱这是课程哈。 OK， 那么前面最一开始的时候是由这个袁老师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关于黑洞的这个理论研究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介绍。其中呢他用非常非常硬核的这个理论力学的语言给大家描述了黑洞的概念。我当时在坐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在感慨我为什么没有去上袁老师的理论力学课。所以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还没有选的话，一定要记得赶紧去选啊。那么之后的话，那个袁老师花了一段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时空基点的相关的物理，尤其是这个 Penrose 的这个基点定理的证明的一些核心的要点。这个其实
坦白讲，连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那么第二部分，也就是刚才薛老师的这个报告啊，我认为整个报告非常非常完美，除了一点，我刚才就是卢老师刚才提到的，如果薛老师把这个《黑洞之歌》再唱出来的话，那就太精彩了。OK。那么其实在第二部分的话，那个薛老师呢也提到了，介绍了，就应该说非常非常深入的去介绍了我们如何去猎捕黑洞啊，特别是对于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这个研究的历史，还有在过往关于尤其是咱们银星的这个观测，是两个团队分别花了将近20年的有效观测，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个在最早提出这个方案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都已经30年之前的事情了，所以说这是几乎是花了，应该是花费了这两位科学家和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啊，近小半人生吧，才做出来了这么一个令世人这个侧目的这么一个成就。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同意刚才这个薛永泉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真正的如果要在基础科学上面能够有所斩获，能够真的是给我们世人，特别是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增加一些这个知识观。认知观的一些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确是需要去坐得住这个冷板凳，而需要坐得住这个冷板凳的话，也的确是希望有这个国家，有这个社会呢，能够给予我们这个科学工作者们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资源支持。那么最后呢，其实有一部分呢，也是永泉老师呢介绍了，就是关于最前沿的，就是说最新的这些科学上面的一些进展。那我想在我的这个部分环节的话，我想把这个内容呢稍微缓解一点，就是一些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些故事吧，甚至说可以说是一些人物的一些趣闻，来介绍一下关于黑洞的研究还有哪些大家不为人知的，然后呢无论是正经还是不正经的啊。那么这就是我的这个部分内容啊。 OK， 那我的内容其实就两块，一个就是关于 Penrose 奇人和他的一辈子的好友霍金，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就另外一类这个黑洞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机制，就是从宇宙学起源形成的机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原初黑洞。那么什么是原初黑洞，它又怎么去形成的，我来介绍一下。好，那么我们进入到一个最新进展啊。Penrose 这个人，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是很逗的啊，他其实他看他的表情看他的长相，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就是操着一口这个英格兰口音的一个特别绅士的一个老师。完了以后呢，但是呢他这一辈子吧，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属于满脑子各种天马行空各种想象力的一个人，所以说以他的名字命名或者是以他为就是主导的去推动的一些科学贡献啊，我在这就随便列了几个啊，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袁老师介绍的这个基点定理，那么最早是他证明了这个黑洞的基点定理，然后之后呢他又拽着这个霍金一起下水证明了一个宇宙学的基点定理，对吧？这个之外的话，如果说在座的同学们未来你们这个真的选了袁老师的理论力学课，并且呢成功的被他说服入坑了这个宇宙学天文学的话，那么你们不可避免的将要学到一个画图的这个一种艺术表现，叫做彭罗斯图啊。这个底下这个就是彭罗斯图，刚才袁老师那个报告里面也有好几个彭罗斯图，我其实很想吐槽的。那么之后的话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彭罗斯过程，所谓的彭罗斯过程的话，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这个人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特别敢去开脑洞的一个人，所以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黑洞是在无时不刻在吞噬着周边的物质，对吧？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人类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薅一根这个黑洞的羊毛，是吧？把黑洞的能量给提取出来，那这个过程呢叫做彭罗斯过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非常鼓励大家在听完今天晚上报告之后，晚上就刷个夜去把这个调研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彭罗斯他很担心，哎，黑洞这个有个基点，这个时空有基点了，那如果它暴露出来裸露出来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就是不是有点不堪入目，对吧？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这个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叫做宇宙监督机制，想办法把这个内空的这个黑洞这一类的这个时空基点尽可能的把它藏到了这个黑洞的事件世界以内。于是呢就由此呢就像这个十六世纪在这个文艺复兴这个期间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
这个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是搞了一个这个黑洞的遮羞布啊，把这个基点给遮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关于时空结构的一个本质的一个讨论，叫做自旋联络，这个是 spin form 的一个概念呢，也是彭罗斯提出来了，所以他提出来很多很多的。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在这个霍金啊，他在1966年博士毕业的那一年呢，他其实 PERS 是他的这个博士答辩的委员会的成员啊。在此之前，我曾经以为这件事情只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是一个艺术加工。所以在今天这个做报告之前的时候，我特地去网上 Google 搜了一下子，发现这个事情确实是属实的。所以说那个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关于霍金的人生的一个生平的电影，叫 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万物理论。那部电影的话，它里面就有一个段故事，就讲到了霍金是怎么被 Paris 给挖进坑的。他其实是霍金当时身体还没有特别出现病状，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他和小伙伴们去跳上火车，跑到另外一个城市，跑去听这个报告。那天的那个报告呢，就是 Paris 做的一个关于时空黑洞这个基点定理这个一个初步的一个雏形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报告。完了以后，受此启发以后，霍金呢就把这个推广到了一个宇宙学背景。所以说后来呢，也就造就了大概是在霍金毕业之后大约也就3年吧，我又没有记错，是1969年的时候，霍金和 Penrose 一起共同证明了宇宙学的这个基点定理的证明。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说这个 Penrose 这个人呢，他可以说是这个霍金的一位引路人吧。那么此外的话，霍金这个 Penrose 本人呢也非常，虽然说他这个人就我所了解以及我的一些朋友们的反馈啊，就是 Penrose 这个人不太喜欢用现代科技的一些技术，例如说手机啊或什么的。所以据说这一次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宣布新闻的时候，宣布这个获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推迟了大概十几分钟和就是半个小时吧。原因就是当时打电话居然没有人接电话啊，这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当然不包括我在内啊，就可能袁老师或者是薛老师可能当那天也在守着电话啊，但是开玩笑，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那天这个电话大概就是延迟了几十分钟，就是因为这个 Paris 本人他压根就没想去听这个电话，所以他当时人半天没有联系上。然后呢就我所了解的话，这个人也是的，就是比如说之前去年还前年有一个在这个就在瑞典有一个学术研讨会，然后也邀请了他，然后他这个也是信誓旦旦说他要过来，结果呢在来的当天，就是马上做报告的当天呢，就各种联系不上这位老兄。完了以后呢，后来当然了，很幸运的是他在这个报告开始的这个准确时间呢精确的出现了啊。那这个虽然说这个人的生平个人习性吧比较特别啊，但他的一些另外一些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是非常不可忽视的，就是他著作了一系列的这个科普的畅销书。这地方列几个，就列举了几个，一个是《皇帝的心脑》、《宇宙的轮回》、《时空本性》以及《通向实在之路》。在这儿的话，我其实没有全部读，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本书，一个就是这个《皇帝的心脑》，还有一个是《宇宙的轮回》。虽然说这两本书里面其实夹了很多关于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私货，但是呢，《皇帝的心脑》这本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零零年出来的，就反正大概那时候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在座的同学们差不多年龄段啊，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科大读本科，那个时候呢，我寝室的一个室友，他呢就整天给我洗脑这些奇怪的东西，所以我被逼无奈就跟着一起读了这个《皇帝的心脑》。但是呢，这些书我觉得读完之后啊，给我的这种震撼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位仁兄就 Prince 他呢，他在他这些书籍里面给予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科学知识啊，进行了非常那个广泛的普及，甚至说在当时这些科学上的思考，在我看来，甚至有一点点更多的像是一些科学幻想。例如说，在这个《皇帝的心脑》里面，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一种新型的人机信息互换的这种交互的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其实跟现在的计算机科学的这种人脑科那个这个对接的这种技术啊，实际上是
一脉相承的。所以一个做数学物理出身的一位老兄，他会想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是他的确实应该要研究一下他的脑回路是怎么一个形成的。好，介绍完了这个 Parallels 呢，那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关于黑洞我们还有哪些更新的一些认知。但其实有一部分也跟那个永泉的永泉老师的这个报告有一定的 overlap，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今天当然我们对于黑洞的认知，从最早的第一个黑洞的这个发现，应该是归属到天鹅座 X1， 是 X 射线天文学的这么一个标杆性的一个成果。到后面的话，上世纪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开始了这个活动，就 AGN， 就活动星系核，也叫类星体的这个一系列的发现。再到现如今我们对于这个银河系中心的这么人马座这个超大整个黑洞的一个长达20多年的一个连续观测。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不仅有了这些X 射线，有了这个光学的，有了这个近红外的，或者是有了这个无线电波的射电的这种观测，我们还有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所谓的引力波的窗口。那么这个引力波的话，它其实是2015年的这个一件事件，就是 LIGO， 就是这个激光干涉这个引力波探测天文台是首次探测到了，就是这个引力波是抵达了这个地球。那这个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大概给大家揭示了一个故事，就是后来我们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非常也不能叫做家常便饭，就是说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会通过这种观测呢，会看到两个致密天体之间的并合，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把它构成一个引力波的一个发射器，然后呢，在地球上我们就去抓紧时间去探测，只要你的这个探测这个灵敏这个叫什么探测器足够灵敏。那么这个灵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在2015年的9月14号，有一个引力波打到了我们地球上，然后呢，那一天大家如果去称一下这个测一下这个身高的话，可能会有的会稍微高一点啊，有的会稍微胖一点，其实不用太担心啊，也可能原因主要可能有可能是引力波导致的啊，只不过这个信号大小呢大概是多大呢，就是那一次的这个引力波这个信号大小会导致的是一个地球上所有的物体会发生一个相应的一个空长度的一个形变，这个形变大概是氢原子核的千分之一的一个大小。所以OK， 所以大家以后还是这个多测测这个身高。好，那么这件事情之后的话，我们就发现了一系列的这个事件，所以并且呢天文学家就会在这儿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讲，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这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是某一个黑洞，对吧？它体重是多少倍的太阳质量黑洞，它黑吃黑把另外一个黑洞给吃掉了，或者是也不一定是黑吃黑，它也可以吃中子星或者吃别的白矮星，对吧？然后呢，吃完以后呢，就有一部分的质量，消失了。那消失了去哪了？就以引力波的形式给释放出去了啊！这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特别是做引力波探测的这些天文学家们，经常给大家去做讲的这个关于双黑洞并合的这个引力波故事哈。那么这也充分的说明了引力波已经成为我们研究黑洞的一个非常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观测新的窗口。而且呢，我在这儿呢，就是说随便提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观测到的这个黑洞呢，它的这个上限、下限，还有它的各种这种尺度啊，都在被刷新这个三观。例如说，这个它会有的是越来越大，有的是越来越远，有的是越来越早啊。例如说，我记得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我当时还刚回国那时候，还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去介绍这个有一个超大。当时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超大整个黑洞，那个工作是我们中国的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就是吴学斌教授他的一个工作。那么之后的话，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黑洞越来越多，所以开个玩笑哈，说当然其实我这个开玩笑，当然我这个取的名字比较善意一点啊，因为这个你看他们这个取的是什么？这个 graveyard over the stellar graveyard， 就是这个黑洞的这个坟墓啊，就是恒星的死亡的这个坟墓穴越来越多了。但我就把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忌讳这种描述，所以我把它表述为是黑洞的动物园。在黑洞的动物园里面，以前的时候可能只看到了那么几个
这个黑洞，对，对，几个种类的黑洞是吧？后来我们发现，哎，这个原来动物种黑洞的这个动物种类还是蛮丰富的，然后呢越来越多。所以另外呢，我提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就是永泉老师的这个，特别是去年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恒星在它的死亡的终点的时候，它不见得一定是我有这个地方有标述不准确的地方没有哈 ？OK， 就是说这个恒星在它的这个生命的终结啊，它有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不太可能就是说一下子就挂掉了，就变成了黑洞。它有的时候会回光返照那么一下。例如说这种双中子星并合的话，它其中有一种奇异的一种天体呢，叫做磁星啊。这个后来这个工作后来最早的时候好像是也是咱们中国的天文学家从理论上提出来的。然后呢，后来呢，由咱们这个中科大的徐永泉教授是去年的时候发现了首颗磁星。我不确定我这个表述如果要不正确的话，请一定的帮忙这个纠正哈。但我要加一个定语，这个定语是什么？就是从那以后呢，我们的徐永泉老师啊，他特别喜欢戴一个这种帽子，你知道吧？什么帽子呢？万磁王的帽子啊。OK。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哎，那黑洞的成长是否有种子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在宇宙早期就已经存在的那些超大质量黑洞，它是怎么诞生的？那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天文学家，特别理论天文学家经常去探讨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天文这个黑洞的起源，除了传统的这个天文学起源，例如说大质量恒星的死亡以及致命天体的并合以外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说这个宇宙学起源的，那么对宇宙学起源的这个黑洞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原初黑洞。那么原初黑洞的这个它的这个提出啊，最早可以说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前苏联有一位这个物理学家叫 Zadovich。Zadovich 这个人也是个神人。Zadovich 是当时二战之后是由这个我忘了是谁这个直接点名点到他了，然后呢他当时是担任了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核武研发的这个首席科学家。然后呢在他的这个一生中做了一大系列的这个工作，例如说Harrison Zadovich Spectrum 光谱，这个就能谱，还有这个Zadovich 这个应用的宇宙学的一个那个 SZ 效应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所以曾几何时，这个霍金啊，他在他的那本这个时间简史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那本书我特别认真看了，里面讲了一段故事啊。那个故事我看了以后特别逗，他就说霍金他觉得，他说他年轻嘛，他觉得年轻气盛，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然后呢，结果呢，老是在文章里面或者甚至在一些教科书里面看到 Zadovich。然后呢他当时就对这个事情啊嗤之以鼻，他觉得是前苏联的一帮科学家，然后呢由于前苏联的那种体制，于是呢共同冠名给了这个 Zadovich 这么一个虚拟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在这个一次研讨会议上面跟这个本尊亲自见面了，亲切会晤了，然后呢他才认识到，哦，原来这个真的是遇到了一位大神。那例如说 Zadovich 他就是首次提出来了，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如果宇宙还在处于一个热辐射为主时期，也就是这个就是原初的一个时期吧，这个我也想不出来这个怎么去描述啊，就是充满热辐射的时期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这个黑洞形成的这种理论可能性。但是那篇文章我没有放在这儿，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那篇文章是打了一个问号，因为他自己没有答案，他只是把这个问题给抛出来问出来了。所以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 Hawking 呢以及 Hawking 的这个学生那个 Bernard Carroll 啊， Bernard Carroll 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同行里面的一位大神了哈。那么霍金呢就指出，确实如果说在宇宙创生之初的时候，这原初时期的确如果说存在着某一些区域它的密度涨落太大了，那么这个密度涨落可能可以跳过一些物质形成的过程而直接坍塌成一个黑洞，那么这个过程呢形成的黑洞呢就是叫做原初黑洞。那这个原初黑洞由于它的这个形成机制的这个起源是需要在原初时期，所以这种黑洞呢的确目前首先我们没有看到，而且呢我们相信，有理由相信它就像这个像地球上的化石一样，是非常的古老且神秘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一个传统的一个天文学的形成黑洞从下面来走这条线，还有这个从这个
宇宙学起源的黑洞呢，就从上面这条线，所以说它的步骤相对来说其实还是蛮简单的。而且呢，与这个传统的恒星坍塌的这种黑洞相比的话，原初黑洞的这个质量范围啊还是比较宽泛的。例如说，如果说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啊，我们通常说宇宙大爆炸那一刻是一个所谓的量子尺度哈、啊，量子引力的尺度，我们通常把这个刻度的话标定为一个普朗克的一个尺度。例如说，普朗克时间是10^-43次方秒。那么在这一时刻形成的这么一个原初黑洞的话，那么它的质量最小可以小到10^-5次方啊，非常非常小。不过呢，大家不要感到太开心啊，怎么会这么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它在那时候产生的没多久，它就已经量子蒸发，是通过霍金辐射蒸发掉了。那么它最大的话，例如说当宇宙大爆炸之后一秒钟，那么这个质量就可以达到了数十万10^5次方这个太阳质量的这么一个这个原初黑洞。所以通常的话就是说，在相比较而言，在原初时期时间越晚形成的原初黑洞呢，它的质量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越大。所以这是一个很新一个卡通图进行一个比较哈，就是说，质量最小的原初黑洞和质量最大的原初黑洞是吧？最小的比人类的这个卵细胞还要小。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原初黑洞的形成这个机制。事实上，这个当霍金把这个可能性提出来之后啊，很快就有人就指出来，这个可能性虽然说非常的令人有充满了各种遐想，非常的这个卡哇伊，非常的这个这个就是值得期待，但是呢它的这个形成概率实在太小了。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把这个最早的时候宇宙极早期把这些物质啊看成这些对吧，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起落对吧，一个涨落，密度涨落，那么每一个密度涨落它形成这个原初黑洞这种坍塌这种概率是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的这个幅度太小了。所以这个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拿原初黑洞去解释一些现象，例如说一些天文学的一些观测的反常的话，那我们从现有的一个理论框架事实上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一个negative result。所以在那之后其实有大量的这种理论研究，提出各式各样的这种理论的模型，去想办法把这个产生率给提高上去。那么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就说，哎，原初黑洞的研究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宇宙的起源是怎么来的。那么我在这儿的话就去介绍我们组的一个工作。我们组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两年半以前吧，一个工作就指出来，如果说在宇宙极早期因为有密度涨落，而密度涨落它是会传播的，那么传播密度涨落的这个描述它的传播速度用什么来刻度啊？大家想想看，就是你们今天在这儿听到我说话的声音是吧，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声，就是就空气的密度涨落，是不是？空气的密度涨落传播是用什么来控制的？是吧？声速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期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描述这个这个物质的这个密度涨落的这种描述，它的传播的这种速度快慢，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也是 generally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声速。然后我们就指出来，如果声速会发生共振的话，那么这个概率呢就会极大的提高啊。这个图像呢非常简单，为什么？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对吧，刚才说了密度涨落就是一个个又一个排着队的那个小可爱的这个小人是吧，那么这个小人每一个小人他的中奖的率非常非常低是吧，但是假如说，哎，这个后面的这个小人或者后面这个，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海浪波浪对吧，那么后面一个浪它等不及前面一个浪的这个传播的那么慢了，它速度稍微提高了一点，于是呢就会有那么一个时间会追上前一个浪，于是呢就会浪上叠上，就浪上打浪，就变成一个巨浪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如果把它想理解成一个极早期密度涨落的这么一个传播过程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会极有效的去提高原初黑洞的这个形成的这种概率，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叫做声速共振原初黑洞产生机制。这个工作的话其实说它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理论预言，它除了就是说解释了可以解决这个原初黑洞起源的问题以外，那么它的这个质量分布啊，它不会再像之前的一些理论模型那么的随意了，它会必须要在限制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分立的，就像分立的谱一样啊，就是像分立光谱一样，它分立的这个它的质量必须得是一些特定的一些质量范围。所以这个工作呢现在也是在就是很多人在去探讨如何去验证它。
OK， 那我想其实我的这一块呢就很快的就结束了啊。我最后呢其实是想做一个结束语吧，就是说黑洞它是这个宇宙致密物质之王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和这个黑洞一起啊，和这个这些天文猎手们，还有这些像霍金啊，像这个 Pyrrhus 啊，这些果壳宇宙中的这些王者们，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无冕之王，但是我今天终于可以这个趾高气扬的把无冕这两个字给去掉了，是吧？然后呢我想他们在一起共同叙述了一个有关最远古的宇宙的故事。而且呢今天晚上的这个几位老师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了解到了黑洞照片，是吧？黑洞照片已经冲洗留念，黑洞的故事却未完待续。那么最后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科大的学子未来巨浪来袭。那最后的话有一个这个叫这个二维码是今天组织方邀请放上去的，如果说同学们想要跟几位老师有后期的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探讨啊，那么可以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好吧？好，谢谢大家。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引力波探测器那个 LIGO 它的具体的探测的原理是什么？具体的探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这个就是叫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因为就像刚才蔡老师讲的，如果引力波过来的话，它产生的形变是10^18也就是氢原子核的千分之一的这个尺度的变化的量级。所以呢，你要达到这么高的测量精度，这是很难的。那么天文学家就利用了干涉，因为我们知道光的干涉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它具体的做法就是它首先这个天文台它有两个壁，然后做了类似于真空的通道，然后让激光在里面打，就是它每个壁长是4公里，然后激光打过去让它反射50次，所以说壁长就相当于达到200公里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就是一个激光打过来分成两束呈90度，分别反弹50次，等于走了200公里，然后让它们进行干涉。所以如果没有引力波的情况下，它的干涉条纹是固定的，如果有引力波从某个方向过来，它对两个这个壁长的这个空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干涉条纹就会变化。所以通过干涉条纹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个引力波测出来。而且它这个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一个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州，一个是在那个路易斯安那州，两个隔了几千公里。所以说如果两个天文台不是同时测到，就有一定的时延，你也可以通过时延判断引力波来的大概的方向。如果两个天文台都有测到这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就非常大的概率是真实的来自于天体的信号，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麦克尔森干涉仪，就一个麦克尔森干涉仪可以测量两个壁长的变化。其他的一些黑洞解都还是基于一个经典的一个系统。我不确定你问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足够接近到这个黑洞的这个singular 的比较奇异的一些范围附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新物理的出现啊？我只能告诉你的是说，我们从现有的一个经典的描述范围内，它不是一个自洽的，它其实意味着应该是有一个新物理的介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介入这一块。好像是5分钟。就现在经典物理在几点是失效的？对对，就简单说就是失效的。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的？可以的，老师您请。
其实严格上来说，我们天文学家认为喷流出来的方向其实基本上是随机的。就首先喷流的产生机制可能主要可以有两种，就如果你一种主要是来自于这种跟黑洞自旋有关的，所以说它就由黑洞自旋方向决定的。就是说现在喷流它真实形成机制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我们都相信跟磁场有密切关系，因为磁场如果是螺旋形的磁场，比如说黑洞带有磁场，它自旋的，它就把磁场弄成螺旋形的。像有物质的话，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磁场很强，物质跟磁场跑出来，它就会被磁场加速，然后会准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对论性的喷流经常准直性很好，所以说这就是由黑洞自旋决定的。而且因为黑洞的自旋跟黑洞周围的吸积盘的方向它不见得是垂直的，然后这个是内部很小的区域，跟整个星系恒星啊那些气体所在的大的吸积盘之间其实又不见得有确定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随机的。然后喷流形成另外一种可能性，它可能是跟吸积盘的内部的它的旋转的这个方向有关。那我们知道如果在广义相对论下，内部的那个盘不见得是平的，还可能是弯曲的呢。所以但是可能如果这个系统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的演化以后，最后我觉得很有可能吸积盘的旋转方向跟黑洞自旋方向这些方向可能最后都会慢慢变得在一个方向上，有可能。袁老师有没有补充的？基本上是猜测的，因为现在这个喷流的形成到现在是个难题，现在还没解决。哦，对，我们观测上是有看到，刚才那个例子你看到，当然它跟那个星系那个面它不是垂直的，但观测上有看到喷流就是有歪的。你看到这个喷流的根部，它不一定是像我们，就是说它形成之后，它可能因为被外部给准直的，就是产生是一个机制，还有呢它的准直。又是另外一个机制，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大家可以继续提问。直播间里有人问，所谓明星大质量黑洞是不是暗物质？就黑洞和暗物质的特性本质区别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由暗物质组成的黑洞，或者是非暗物质和暗物质共同组成的黑洞？我觉得首先暗物质它分布的尺度一般会比较大，比较延展的，所以在像银星这么小的尺度里面肯定是普通的重子物质，就是形成黑洞的这种物质应该是普通重子物质占主导，这是我的理解啊。如果你在很大的尺度上，我们所有的星系都是在一个很大的暗物质域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暗物质是普通重子物质的大概5倍左右的这种含量，但它通常应该分布更弥散一点，更大的尺度里面。当然我觉得黑洞里面当然肯定会有一些暗物质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它的这个黑洞里面的暗物质跟正常物质的比率应该不会像宇宙中物质组成的这个比率，宇宙中物质组成比率重子物质5%，暗物质大概25%。当然在黑洞在小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还是重子物质占主导，这是我的理解。我补充一下啊，为什么今年霍诺贝奖的工作那么重要？至少从观测上来说，观测那是实验嘛，我们必须要相信它。就是我看到了一个400万太阳质量的一个暗天体，如果我们不说是黑洞的话，它有别的可能性的。但是那么400万太阳质量的物体，它在一个天文单位啊，也差不多。如果你以400万太阳质量的希瓦锡半径来度量的话呢？刚才薛老师也说了，它的静心点啊是1400个希瓦锡半径，也就是说这么多质量集中在1400个希瓦锡半径里面，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只有黑洞能够合理的解释，也就是黑洞是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也许有可能别的可能性包括暗物质，所以我们需要下一代的望远镜看有一个更靠近黑洞世界的恒星。那么我就把这个你说的其他奇奇怪怪的模型又排除了一大堆，所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呢，你要跟我打赌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对，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我刚才的介绍里面，我其实有简单提到，就他们通过这个观测是可以排除这个质量分布是延展的，它必须是集中在一点上，因为如果你质量也是个延展分布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太阳是个延展的圆，我们地球绕太阳做的这个运动就不会是完美的开普勒运动了，它会偏离那个运动。但是现在我们测到银星的这些运动，它就是完美的开普勒运动，它必须是质量集中在一个点上，
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质量都记录了一点，没有发生什么。就是说，任何有质量或者有能量的东西掉到黑洞里面去了，他们它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到跑到基点去了，变成基点的一部分，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我们外部只能知道它有一个引力质量啊，或者有转动啊这些参数来表示。对，它的质量怎么体现的话，就是其实黑洞嘛，听起来很恐怖，对吧？光都跑不出来，但是那个前提条件是你离它足够近，你到世界里面。那你有光速你也跑不出来，那么只要你离黑洞足够远，它起到的作用，它的引力作用就跟一个正常的物质它具有相同质量，它的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银河系中心有400万倍的一个超大怪兽，大家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受到威胁了吗？没有，因为你离它很远，它就是个普通相等质量的物体起到的作用而已，这就是它的质量体现出来，就外面的这个引力场 能体现出来。所以说黑洞是很简单的，不管你扔的是垃圾啊，扔的是黄金啊，反正你最后都变成体现在黑洞的质量。我也不知道它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金子做的黑洞和垃圾做的黑洞是一样的。物质是生来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黑洞信息丢失的问题。如果要进一步的衍生的话，刚才后面好像有个同学。就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对我刚才其实还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超大质量黑洞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超大质量黑洞，它肯定是从质量小一点的黑洞长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种子黑洞。所以说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种子黑洞怎么来的。现在主要有三种主要的学说，有一种就是是来自于所谓的新竹山，也就是第一代恒星。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大爆炸以后，首先呢，暗物质它因为没有重质物质的这种各种耗散过程，它很快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它就会塌缩成团。那么暗物质成团以后，它周围可以形成很深的引力示井，就可以帮助重质物质加速塌缩成团，所以说那时候会出现第一代恒星。那么第一代恒星有可能质量很大，比如几百倍太阳质量，它的演化非常快，很快就能塌成比如说10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种子黑洞。这个种子黑洞在吸积物质慢慢长大，最后可以变成我们今天的超大质量黑洞。那么别的可能性，比如说也是原初的气体，那是宇宙大爆炸以后反正很短的时间里面有存在这种气体它们的金属分度很低，它主要就是氢跟氦，然后它们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以下，它不稳定它就塌缩，那么这种塌缩可以一下形成质量很大的非常大的恒星，然后很快塌成黑洞。比如这样的黑洞可能会几千甚至上万倍的太阳质量。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巨大的一个气体团，它可以裂成很多小块，所以说它可以形成很多恒星很密集的这么一个星团。那么恒星很密集，很不磕磕碰碰就很容易，两个恒星碰一下就碰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黑洞，它马上又跟第三个恒星碰了，变成更大黑洞。所以说这种子黑洞可以长得很快，然后这是可能的超大质量黑洞它的种子黑洞形成的过程。总之可以追溯到宇宙爆炸以后蛮早的时候。像你说的光子退偶以后，就38万年以后的再往后就都可以发生这个过程。我估计衣服 要补充对吧，看原初黑洞能不能变成我们今天的黑洞。它是另外一个，对，就是说宇宙学起源的黑洞，其实它的那个形成机制啊，跟刚才薛老师说的那个第二类的这种原理上其实是或数学描述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把这个时间推早到那个辐射为主时期。那我们通常的那个就是那个recombination 说是那个大爆炸之后38万年，但是辐射和物质当量相等的那个时间，我们通常是红移是3000多，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大爆炸几万年还是3000多？嗯，三千多，3800，最不是大爆炸的吗？对，不就。时间反正对，所以说在那个时间之前，如果说
也形成了这个，因为密度坍塌直接形成黑洞的话，我们才叫做原初黑洞。它这个质量范围也挺宽的，它最大反正是的六次方、七次，原则上讲五次方、六次方也都可以，只不过说你会通过不同的这种天文观测，会对它给出各种的限制啊。这是当然，这也是原初黑洞研究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一种呢，就是一夫说的，在宇宙很早期的，对吧？对，那个观测少一点，观测多一点的支持呢一个主流的模型，就像薛老师说的，我们在红移二十以后第一代天体形成，宇宙的这个结构呢是从小到大，它是先形成小的结构，小的在并合长成大的结构，也就一开始可能是原初黑洞是一百，对吧？黑洞和黑洞并在一起，而且还有呢一种方式呢是黑洞吸积周围的气体，通过两种方式并合和吸积不断的增长，这个增长这个时标有多长呢？基本上可以从红移二十一直到现在，它都不断的在涨的，它跟星系在涨，它也在涨。永泉老师说了，星系和黑洞是共同演化的，它可以说伴随着星系的成长，它一直在成长的这个是，也就是有两种模型，对吧？第二种模型呢观测支持多一点，因为它是红移二十以后的嘛，它观测多一点，它那个红移更早的这个观测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其实应该还没有观测，要观测到那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发现。是。我解释一下黑洞全息原理。那个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也是班门弄斧啊。那个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霍金早就是当时已经博士毕业先成名了哈，成名之后呢，他还是在一直致力于做这个黑洞研究，他的各种各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当时的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叫这个叫什么贝克斯坦是吧？对，贝克斯坦他非常也是一个脑回路比较奇怪的一个人，他就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去研究黑洞的热力学。然后呢，他就提出来了一个黑洞熵的一个跟面积一个关系。但是那个工作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就是问世之后呢，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啊。一方面就是说是个年轻的研究生嘛，你提出来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观念，通常像我们说熵是跟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体积是成正比的，你说跟它面积成正比，这是很奇怪的。当时问责的其实除了这些通常的一些当时的一些老师以外，霍金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啊。霍金也曾经犯过就是去质疑年轻人的这种老毛病哈。但是呢，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就是说我去质疑你，那我就想办法去证明正确的这种表达方式。结果呢，他就一直研究到了非常深层次的这个关于这个黑洞热力学的这种研究，并且呢，不仅把原来的这个贝克斯坦这个工作里面的这种正比关系给证明了，而且还把前面的一个因子，就是等于那个有一个四分之一的那个因子给非常严格的提取出来了。所以今天虽然说后来也有很多后续的很多的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因子的加入，但是呢，我们通常都认为它的这个 leading term 它的主要的贡献部分呢是它的这个熵和这个面积之间的一个关系式，就是 S 等于四分之一 A 啊，前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常数啊。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蛮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呢，所以今天我们把它叫做 Bakerstan-Hawking entropy 是吧？所以一个系统物理系统，如果它的这个信息的统计是和它的面积成正比的，那么这个其实本身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它的这个全息性。然后呢，我就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Hawking 曾经在一次这个国际会议上曾经公开的，那时候他已经年岁已经很大了，他公开的曾经表示一个姿态，就是说他希望在他的墓碑上面写上的是他的那个霍金辐射的那个公式啊，因为那个公式没有别人的参与，就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但是当他去世那一年，在被埋到那个西敏寺的那个墓碑上面写的是 Bakerstan-Hawking entropy。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开个玩笑啊，这个当大家把这个公式写错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棺材板有没有按得很实。我们现场同学还有提问的吗？那边其实有一位同学举手举了好久。好，那有位同学。在那个宇宙大爆炸刚刚发生的时候，
到那么小的一个点里面，就放那个它的那个尺度应该是小于它自己的那个是吧吸半径的，那么它为什么之后还会再接着去变大呢？就是它能成一个，就是它能成一个质量很大的黑洞，想问一下这个。您其实想问的就是这个，圆周黑洞它是怎么生长而没有变成一个固定在某一个点上的一个？不是，我想问的是，就是在宇宙当中。但是宇宙，整个宇宙，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你现在整个宇宙巨像黑，怎么还能膨胀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每次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宇宙确实是起源于以前的一次大爆炸。你可以认为它是起源于一个起点，也有可能它大爆炸那个时刻宇宙的就已经是无限的，只不过它的密度可以无穷高哦。哇，反正这是我觉得一种可能性，这个其实还可以搬出蔡老师的这个反弹宇宙学出来，就不需要存在起点，可能宇宙它收缩，然后收缩到一定程度，因为某种机制它又接着膨胀起来，它可能是个轮回。不，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你的无限那么多的物质在一个起点上，本身就个大黑洞，怎么还能站成？有一个误导的地方，就是你不能把我们的宇宙大爆炸那个起点看作，所有的物质集中的一点之外，还有时空，还有观测者之类的东西。这个容易会掉到这个。那你这个就比较支持我说的，其实它也是无限的，只不过无限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密度无穷高，物质无穷多，什么都是无穷的。更早时期，宇宙也是真有各项同性的，它有很多点，每一点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挤在一点，这个概念一定要破。卢老师，我想跟进一下，我听说这整个宇宙动能是正的，势能是负的，加起来等于零，就整个宇宙的能量等于零，所以说当它在一个点的时候，它密度。不，这个从广义相对论的语言来说，这个能量等于零不代表是跟你用一个经典例子牛顿力学来处理的，只是说我们时空是平坦的。哦，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我们广告里面说黑洞的什么表清啊，其实通常我们研究的所谓致密天体就三种类型，就是像袁老师介绍的，一个就是首先是白矮星，如果你怎么做一个白矮星呢？你把我们太阳是一个太阳质量，它的半径是70万公里，如果你有超能力把太阳压成地球这么大，恭喜你，你就做成了一个白矮星，这时候就是它里面的电子简并压跟它的引力抗衡达到一个稳定的天体，那么电子简并压它有个上限，它不能抗衡无穷大的引力，所以说如果你能把太阳压成一个城市的大小，比如半径10公里，那这时候你就压成了中子星，那么中子星的白矮星的密度相当于是水的密度，大概是10^60倍这个量级，如果你压成中子星，那就是核物质的这个密度的量级，10^15每克每立方厘米这个量级，那么如果你能把太阳压成3公里，那么简并中子压，就中子星能稳定存在是简并中子压，还有它很强的合力来跟引力抗衡，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这两个力也扛不住引力了，那么它会接着它说变成一个黑洞，那么所以它们其实是表清啊或者弹清啊，反正你看它们在恒星演化里面，就是你开始恒星如果是小质量恒星，演化到后期会发生行星状星云的爆发，最后就会留下个白矮星，如果是质量再大一点的恒星，演化到后期它会产生超新星爆炸，最后留下中子星，如果这个质量更大的话，超新星爆炸以后留下的致密天体就是黑洞。然后我所发现的那个磁星呢，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伊夫讲的时候，他说发现首颗磁星，这个在这个场合科普场合说一说就算了，如果在外面说我会被打死的这前面要加很多修饰语，严格来说我们发现的是首粒双中子星并合以后形成的大质量毫秒自转的磁星。
好多定义的。那么酸中子星并合这是个很热的事情，因为它不像两个黑洞并合，两个黑洞并合是裸的，只有引力波，没有电磁辐射的信号，所以说其实挺无聊的。那么酸中子星并合呢，就是2017年8月17号发生的首例酸中子星并合的引力波事件，那时候就是有说 它同时也有电磁波段的辐射，所以说非常多的天文项目还有天文学家参与了这个发现，所以说当时那写的论文作者超过4000人，这是好不容易天体物理有一次能赶上高人物理作者数目单位数目相当的这么一个论文，因为它有很多的电磁辐射。那么两个中子星并合你会关心的它最后的产物是什么，那么大家之前往往会认为两个中子星并合那就形成黑洞呗，但是也有理论学家说出如果你的中子星的物态方程比较硬，那么你这两个中子星并合以后可以不形成黑洞，而可以形成一个质量比一般中子星更大的这种中子星，而且这个中子星磁场特别的强，自转特别的快，因为你想自转特别快它有非常强大的离心力也能帮助抗衡引力，所以说它可以不塌成黑洞，而且我还能质量比较大，超过一般的中子星的质量上限。那么对于这样的天体它会有特征的 X 射线辐射的信号，它会有特征的光变曲线，开始会是平的，后来会以幂粒谱负二次方下降。那么我们就是在美国宇航局的 Chandra X 射线太空望远镜利用它的观测里面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我们有一连串的观测证据都指明我们看到的这个信号应该是来自酸中子星并合以后形成的大质量毫秒自转磁星产生的 X 射线爆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薛老师讲到自己工作比较兴奋啊，其实我一句话，磁星就是中子星的一个亚类，一个子类，就是一个中子星，只不过它的磁场非常强，比一般的中子星的磁场要高1000倍，大概这个样。对，这个磁场多强，我刚才还没给出个概念，就是磁星的磁场要大于10^13高斯，它可以到10^14甚至15^16高斯都有可能。作为对比，我们地球的表面磁场只有一个高斯。破军蒸发。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通常情况下，就刚才我在我的那个 PPT 里面，其实也是半开玩笑的截了一个图，是那个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图，就是说恒星死亡啊，这些天体死亡，我们把这个墓穴是吧，把它叫做黑洞啊，黑洞的墓穴有各种各样，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就是人嘛，就是有那么一些科学家，他总是会不信邪，他总是会进一步的这个打破砂锅。这个问到底是吧，你都死掉了，我还要问你死亡之后还能不能再死一次。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是说不光你问，之前霍金也问过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像 Don Page 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包括那个美国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就几位非常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都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啊。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如果说从一个经典的一个层面上讲，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句号了。但是，的确，我们也知道，哪怕是一个半经典、半量子的一个引力系统，我们也知道它有霍金辐射，这个就是霍金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工作。他就认为，在这个黑洞表面附近的这个真空里面，假如说出现了一对这个虚粒子，那虚粒子的话，它有一个是正能量，一个负能量的。然后这个黑洞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改变自己的这种习性，不太喜欢吃这个物质了，对吧，他想换口味，他去吃一点这个负能量的东西，于是呢这个正能量这个虚粒子它就会被石化，就会逃逸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霍金辐射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会持续发生的话，那么黑洞本身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寿命的。例如说我刚才说，比如说这个10^-5次方的这么一个大小的这种黑洞它会很快就会被蒸发掉啊。然后呢例如说跟我们的宇宙年龄相仿的，就能够活到今天，如果有个这个在早期有黑洞的话，那么它的最小的质量
不能小过十的，我可能不太确定我说的这个数字对不对，我印象中它是不能小于十的十五次方 gram， 就是十的十五次方克，如果比这个更小的话它就活不到宇宙的今天。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质量越大了，它相对来说它活的这个寿命会越长一点，但是在如果说这个未来的宇宙它有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幸去看到一些黑洞它死亡的这个过程。好，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个问题，请问老师在宇宙的局部区域发现过蓝移现象吗？如果星系是旋转的，我们也自然应该看到蓝移现象，或者在一个自旋星系中看到不一频率的红移现象。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通过观那个其实是上个世纪初，首先大家看到一些所谓的白星云就要争论这白星云是什么天体，是银河系里面还是银河系外面。当然后面你通过测量这些星系的距离，你就意识到它们是在银河系外面，是河外星系。那么对于离银河系比较近的这些河外星系呢，因为它自身也有些运动，所以说它首先具有一个宇宙大爆炸这种离我们远去红移的这个效果，另外它自身也有运动，所以呢这种比较近的星系如果它有朝向我们银河系运动的分量的话，它是有蓝移的。但通常这只有对于离我们比较近的星系能看到这个现象，如果对于离我们很远的星系，那么宇宙学红移的效果要远远占主导，所以你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看到它具有蓝移的。当然他又问到悬臂上的东西，当然你要具体到一个星系，你如果我们可以分辨它悬臂上的某个区域，这个肯定是能看到多普勒红移蓝移的这个效果的。这个就是奇点定律啊，奇点定律告诉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质可以和引力抗衡，他就想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了我就是彭洛斯证明的过程，只要求这个能量镇定，这能量镇定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团物质嘛，我来测量它的这个单位体积里面的这个能量，只要它大于零就行了，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对吧。总之我的意思是说黑洞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和引力抗衡的，一句话就黑洞质量理论上应该没有上限，就你只要不断的喂东西给它，它一直吸积东西它就长大，质量就变大，就是这样。对，彭洛斯证明了半天，就是说一个物质一旦落到了一定的程度，所谓的有那个俯和面之后，没什么东西和引力抗衡了，它只有很快的就踏出到一点，它就这样，它就证明了这个东西。就我们通常说的，其实黑洞有好多种，我们今天介绍的超大质量黑洞，还有刚才一夫有提到的就是恒星级质量的黑洞，它通常是存在一个双星系统里面，然后会产生很强的 X 射线辐射，这种叫做 X 射线双星系统。那么还有就是原初质量黑洞，另外就是介于恒星级质量黑洞跟超大质量黑洞之间，这个叫做所谓的中等质量黑洞。那么中等质量黑洞你可以认为它的质量范围可以是在100倍太阳质量到100万倍太阳质量之间。那么中等质量黑洞其实我们现在天文观测已经有找到一些，只不过它们的数目没有那么多，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想象黑洞的质量分布可以是比较连续的。当然除了伊夫刚才说的原初质量黑洞，如果它的声波共振的机制会导致它有点量子化不连续分布，但对于恒星级质量黑洞到超大质量黑洞，我们相信有中等质量黑洞存在。那么如果是按照恒星形成理论演化到后期超新星爆炸以后它所形成的这种黑洞，一般来说它是很难产生，很难到70-80倍甚至100倍以上。然后几个月前有个很好的一个发现，就是引力波天文台测到了两个70-8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并合成一个大概150倍左右质量的黑洞。那么这么大质量黑洞怎么形成的呢？那个150倍太阳质量黑洞那是标准的落入中等质量黑洞的范围，当然它是有两个黑洞并存的，
但是那这七八十倍太阳质量黑洞怎么形成的呢？我刚才说了，恒星演化理论也很难形成，所以当然你可以认为之前它可以是一个三十一个四十的合并成的，对吧？也有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可以修改恒星演化理论让它就能生成，哦，但这可能没那么容易修改，因为物理定律的东西不是那么好修改的。对，但是确实应该是存在中等质量黑洞，随着我们的观测进一步提高，我们肯定能找到越来越多的中等质量黑洞。我补充一下，就中等质量黑洞的观测比较尴尬，恒星级黑洞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有几百万个，我相对来说我能逮它几个总可以的，目前我们逮到二十个左右，对吧？就恒星级黑洞在银河系里面我比较近，我好观测。超大质量黑洞呢都是非常远的地方，因为但是呢它因为个头太大了，我照样能够观测到它的比较类星体的辐射。中等质量黑洞呢它很尴尬，它又不在银河系里面，或者银河系里很少，对吧？你至少现在还没探测到，你在别的星系吧又比较远，所以就很难。那有一个手段能够帮有助于我们探测到大量的中等质量黑洞，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超大质量黑洞是由种子黑洞到超大质量黑洞的，中间肯定会有大量的中等质量黑洞，只是说它地位比较尴尬。它那我们可以通过引力波，对吧？我们空间的引力波的探测器就非常对这个中等质量黑洞的并合是敏感的，超大质量黑洞反而不在它的工作观测范围里面，这个还是探测手段的问题。而且中等质量黑洞通常天文学家找是会有两个主要的主攻目标，当然除了引力波探测以外，一种就是在所谓的矮星系里面找，因为我们知道大质量星系中心有超大质量黑洞，矮星系就是说它质量比较小的星系，如果它中心有黑洞的话，很有可能质量就比较小，就落入中等质量黑洞的范围。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地方就是在球状星团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球状星团是由非常大量的恒星构成一个，就它们构成一个引力束缚的系统，比如说它里面可以几百万个恒星在一个比较小体积里面互相绕转，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发生两个恒星碰撞，那么又碰撞碰撞就可以产生中等质量黑洞。但目前其实对，有一个例子，杜鹃座四十七号一个发表在自然的工作上，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一千多倍太阳质量的一个中等质量黑洞，当然那个不是非常直接的，它是得通过去拟合这观测数据，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而且这种例子非常少，你不像超大质量黑洞，一般你只要星系中心基本上都有，对对吧？就袁老师说这个比较尴尬，你块头不大不小，你放远的测不到，放近它又不在银河系里面，是不是这样？是能否请袁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转动黑洞的内世界和外世界，能否介绍一下转动黑洞中心的基环的性质？转动黑洞中心是什么？基环七点环。你不是有那个 K 小姐了吗？这是如果你相信管弦论的 K 小姐就在那了，对吧？那么我们呢再根据世界的定义，对吧？这个比较数学了，就是说世界反正就是一个超曲面，这个超曲面的法线方向呢是类似于是零矢量，对吧？它就法线方向是零矢量，这个太技术了。我就解这个曲面方程，我会解出来有两个曲面啊。当然其实基点呢就是说我们说了，就这一点，比方说这一点的这样一个曲率是无限大的，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解出来，在波叶的我们说的经常说的环起点呢，是在那个波叶的林德奎斯的坐标里面，它是一个环起点，就相当于它在一个赤道面上面，它的这个的一个环一个圆，所以说也就是在这个波叶林德奎斯的坐标的那个半径等于和黑洞的转动有关的一个半径的这样一个圆圈上面，它的这个圆圈上面，这个环上面的一个圆环上面，它的这个曲率是无限大的。那当然了，这只是理论上的啊，数学上面呢，我可以解出来它有两个，有一个环起点，有两个世界。但对我们天文学家来说，我只关心它的外世界，因为外世界已经把我们和这个黑洞内外给区分开来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内世界里面的这个就是外世界里面的东西，其实我已经
啊，看不到。对，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内世界我们不是很关心，但是数学上是有的。没关系，我们就现场再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抓住机会。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教授。有吗？如果有问题可以结束再交流。感谢三位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回答的问题，让我们再次鼓掌。也感谢同学们的参与，我们本次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